我要去嘉明湖看外星人。外星人。今天我们要准备出发了，这次的行程非常特别。对，跟大家讲一下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嘉明湖看外星人。为什么嘉明有外星人？我不知道，听说好像有。他叫天使的眼泪，他没有外星人啊。有水路。新闻有说，那是我现在最大的目标。你不要消灭我的斗志。好，我们要去看外星人。但我好紧张，我超紧张的。你确定我下得来？哎，我们四天三夜的装备有这个，我的是这个背包。你看这小姐的背包很轻吧？干嘛啦？我小小才33公升的背包，空空的。我水还没有装进去啊，口粮还没装啊。你 OK 的啦？什么都 OK。你可以的。我觉得我不行，好可怕、啊。为什么我本来说如果不能洗澡，我一天都不想去，我为什么现在去四天？为什么？那我会催眠人哦，你到底是不是对我下蛊啊？下什么蛊？不然我说我本来跟你讲说，只要爬山不能洗澡，我一天都不去。我现在跟你去四天都不能洗澡。哎、欸，因为这是很糗的行程。哪有糗？不能洗澡就不糗。耶、yeah, ，我们要出发喽！真的要走喽 ！Go！ 哎、欸、哎，你没有默契要一起转身。我很害怕。出发喽 ！Go！我们到宜兰火车站了，这位就是我的协作。那大小姐会不会带太多东西了？你看这小姐的背包很轻吧？哎、欸，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哦。好夸张哦。对，可是我真的好紧张哦。你觉得我真的可以吗？你不要再说可以了，你的背包这么小一个，你是去中澳东路逛街哦？我不是背包的问题，我是脚腿力的问题、啊。你已经背这么少，而且各位。你知道最糟糕的是什么？最好笑的就是新手怎么样看出来是新手，你知道吗？菜鸟怎么样菜呢？转过去，腰圈都还没有撕。真的、啊？你这菜鸟就是菜鸟哎、欸！你是怎样让人家知道说，我这个包包，我说是新的，我第一次哦，标签还在上面。好笑。好啦，我们真的要走了。好了，别跳了，别跳了。好运，我们要去嘉明湖了。四天回来，希望可以看到他，还是用跳的回来哦。不可能。拜拜拜。今天呢，本来我们要去爬山，做嘉明湖。行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然后一方面因为宜兰在下雨，然后一方面我们真的很想陪小孩，所以决定自己在健身房锻炼。然后我深深的要跟我老公致歉，老公我错了，因为我刚刚试着去跑配速，然后呢我大概就是差不多9分多跑1公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跑完10公里我也要90分钟最快。所以我觉得我实在对他太失敬了。你跑完50分钟，然后10公里，你就从包子变成杠子头喽。他上一次这样子跑完，我真的觉得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更不要说那些30分钟就回来的人。然后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累，那我想我也已经尽力了，所以嘉明湖等我。现在我身上背的装备大概将近20公斤、嗯，但对我来说它一点都不重。为什么这么 man？ 现在这个叫做幸福的负担。我老婆愿意陪我一起去爬山，我想对我来说，就算有背30公斤，我也愿意。你确定上次雪山回来你说还好我没去，不然的话你1公斤都不能负担。哇，俏皮的俏皮的嘞！但是这次为了你，再怎么样我都会撑住。Oh. 一个男人要在女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威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你觉得有了女人的支持，再怎么累、oh. 我都会撑住。那你之前爬山都是跟你的哥们一起啊？嗯。你第一次跟老婆爬山的心情？
跟哥们就是一起出去玩的心态，对，然后跟老婆一起的话就觉得要耍帅，要耍帅，所以才每天跟我讲话就像个教官军官这样子，是不是？不是啊，教官居然有吗？我没有这样跟你讲话啊。有，每天都这样。没有啊，你没有拍到不算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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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皮。还有十分钟。10分钟。我真的不敢相信，为什么我现在站在这里？你有想过这辈子为什么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爬山？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现在我在这？那你不是觉得很兴奋吗？你不是说你很兴奋、很期待？为什么现在开始跺脚了呢？我应该是紧张，因为我刚刚才走上来几个阶梯，我觉得脚很酸。你背一个要去忠孝东路逛街的背包，酸什么？去忠孝东路背这样。我想要知道一下，我当时为什么答应你，我到现在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你为了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你要让自己的心肺好一点，不然你那个时候你已经4年没运动了。不要讲那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我妈说我为什么会去爬山，她说因为我真的太爱你了。哇哇哇，真的。欸，大家都说我们在撒狗粮，你不要再撒。这真的太恶心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太恶心了。私底下讲就好了嘛。私底下可我没讲过啊。好吧。好啦，我需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还有8分钟我就要上火车了。耶耶。哎呦，你看这小女生，这小女生开始一直走。小女生了，人家说我很老了。真的，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当初怎么答应你的啊。我觉得一定是吴树林，一定是因为他说好，然后我根本没有思考，我就说好吧。不对耶，是你先说好了之后你才约吴树林。没有，我先约他说要不要，因为我以为他会说 no， 结果他居然说好。刚刚在火车上呢，我们没有买到便当，所以吃泡面。但是呢，我们的泡面非常不一样哦，因为这次我们同行的朋友，他有带龙虾，这是一种行前的快乐。哇哇哇！爬山的前一晚，我们要吃龙虾。真的是不一样哎！哎呦！哇！哎呦哇！配上我的绝顶泡面，哇！超厉害！这个超厉害！你看几个超男生，两个姐姐，他们的配对，把我的人气，没有脚第一次。这一瓶米谁的碎垫最厉害？还没评出来。因为我们这是很像的，一个一个等级。我们继续吃龙虾。现在怎样怎样？刚刚号称这位大叔是席梦思，是不是？对对对，慢工出细活。这个是席什么？啊你嘞？我们这叫席地而睡，我们叫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你们刚刚两个一起开始吹，可是你要睡觉了。在冰块上睡得安稳啊，睡得愉快。慢吹，慢吹，慢吹。我们已经睡了，然后他还在吹。虎哥说：“我这个是床垫界全世界第一个发明充气床垫的，这是充气界的席梦思。那时候买300多块美金，多厉害，这是多厉害！我们来看一下多厉害。等等，你看，等，我们都已经充满了，他在这里。席梦思，我都没有睡着，因为我的打气都要坏掉了。哎，你会不会就是你充好了之后，然后我太好说，起床了，然后你又开始把它卸掉，还这么冷。”好软哦！不要当中水帮我买196公分的，好软好啊，好软！我明明买180，就好像买196公分。哎，可是老公，我觉得我们是买多久的，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都很棒哎，好像很舒服。对，树林呢是很快，很硬，对不对？你吹，你吹比较薄，对，吹太薄是？你吹太薄哦，不用吹那么薄哦，差不多了，应该也 OK 啊。这不管你们两个怎样，都比这个。差不多哎。
我们人品真的很好。对对对对，都是为了福。互助会的福，互助会的。我们有赞助一个人，赞助雨神，搞了半天，根本就是因为阿元的关系，不是我。我们现在呢是在管制站，然后他要到10点钟，我们先等45分放行，还有2分钟。OK。哇，还有好多车，大家都等着要一起上去。哎、欸，这是小赖，这是沙沙鱼。等一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代号，这个代号是要这几天好记好叫。我们能够马上就能呼喊出你的代号了，对，好，不要，最好是不要是名字，不要是本名 ，OK， 好，那我们就从莎莎开始。我叫鲨鱼，那如果女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那我叫鹦鹉螺，对，我的代号很特别，鹦鹉螺。那你的代号是什么？我要叫水鹿，因为我想看到它。哦、OK 、那我要叫什么？还有什么动物？还有什么动物会遇到？还有什么动物？猫头鹰。猫头鹰哦，好好，猫头鹰不错，猫头鹰，猫头鹰，水鹿，狮子，金刚，海猎人，海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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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那位是小佑，小佑，啊、哦，小佑，小佑很辛苦，小佑好大包哦。小佑，你可以先给我们看一下你背了多少东西吗？哇、哦！爽凉爽凉爽凉哦、oh, ，OK。那有一个有一个，那你呢？小虎啊，没有别的啊。小虎啊，虎可以，虎可以，虎可以。可以啊，就它本来是动物了，干嘛要换？狮子，你们两个，你再取一个啦。猫科啊，狮子老虎可以啦，可以啦。就叫猫啦。什么叫猫？山猫。山猫。山猫啦，你叫山猫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哦，我是鹦鹉螺，我们要出发喽。Let's go， 加油，老婆！好，出发！出发 ，Go！ 加油，加油！哇！好，我最后，我最后呢，对，我拍你们上去。好，老婆你那边等我一下，我上去上面拍你。后面都平路了，后面平路了，后面都是平路哦。Kind of guy that keeps you warm at night when you are cold. I'll grab some blankets from my bed, wrap them around your chest, and I'll pull you close. We'll flip some channels to find out there's nothing on right now to ease your mind. Sit back, relax, there is no rush, no need to speed things up. All we have is.Forget about the past. Time to figure out a way to make this moment last. To make this moment last. To make this moment last. Mm-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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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一个半小时，还在说快到喽。现在我们快到了，快到了。嗯，快到了吗？可以。骗人，现在要走5个小时，现在才走。看你现在走多久？我刚一边走一边心里面有感动了，感动就感动着我老婆一起来爬山，然后感受山林之美。我大概差不多7、8年前跟虎哥爬的时候，我就说，哎，这种漂亮一定要跟老婆一起来。但你一直没有答应。我答应了，你还不对我好一点？我没有对你很好吗？台独啊。Just trust my heart, you'll see. We're slowly coming. Time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forget about the past. Time to figure out a way. 好漂亮哦，其实。对啊，你看到山上，你会看到这个美是你在山下看不到的。对。然后越高山，你看到的又更不一样。上面开始起雾了。对，待会我们要走在雾里面了。然后我有看到一只水鹿，哎，你有看到一只水鹿？对啊，在哪里？这里。哎，你真的流好多汗哦。我真的是一只水鹿。她是很会流汗的女生。对。
as the sun sets, I won't let you forget that I need you. Spring comes and spring goes, forever you will know that I love you. Sunrise and sunset, I won't let you forget that I need you. Spring comes and spring goes, forever you will know that I love you.水路喝水，水路喝水了。啊！再次。好舒服啊！太赞了！你好像在拍广告哦。好赞，这里真的好美。超可爱，这里是他们的厨房，我们的协作在这边帮我们煮东西，煮晚餐，然后每一道就有红豆汤圆，太幸福了 ！My God， 来吃东西喽！非常厉害的道厨变出一道道很厉害的晚餐。我们在深山里。其实我们睡水边应该是很好睡，因为我们这叫做白噪音是很好入睡。对，你又幻想在那里打，对，然后如果这些会打。